哎，你先等等来，你没事挂个这玩意儿，挂着你让我吃还不让我吃啊？你啥意思呀？那我们吃点东西还找非得找个人看着我们，吃不好还得非得向他学习起锅烧油呗？那我们也不容易，我们这帮小哥们儿，对不对？那给你带来利润，卖我们挣钱，然后那个播放量，涨粉丝，还要咋的呀？这干啥呀？这是一天一天的，能不能不这样吓唬我们？我求你了。